Hello，哎，我的 Hello，Hello，Thank you，你的声音，你我的吗？我的会在哪儿呢？你应该在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找不到我。眺望远方。没事，你就用它嘛。好，那你帮我了吗？这不是又没有改。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。当我溺水心中，你在我左右。没事，没错过这个直播就行。对着我走，Right here, right now。让我们一起抬起头，迎接爱降落。阳光中你，这并不是一场梦。谢谢。哎，我好像谢了，还在地铁上，好家伙！但是我看了一下，跟上次的规则又不太一样，感觉好像挺好玩的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像大富翁一样，能那个咋的？但是是不是还跟上次一样啊？基本都是掷出来一。是的，又准备吃东西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先吃哪个呢？先到先得，为什么呀？谢谢机智的 run 的平安菇。你怎么趁我直播的时候拉臭臭？救命啊！没事，我对这种东西百毒不侵啊，我照样吃我东西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吃的水果，我跟你们说，以前我上学的时候，就是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，算是闺蜜吧，也没到那么亲近啊，反正就是从小一起长大，然后高中的时候在食堂吃饭，她就是放在嘴里边，然后张嘴给我看。很 nice 呢，就是所以，搞得我现在对这种东西都比较免疫了。其实我有点忘记了耶，我也忘记了，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笑。我一见他就笑，不是，谢谢阿木的荧光棒。确实。天哪，我跟你们偷偷说，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在中心碰到了一个碰到了 TK 前辈，虽然说没有敢就是看他看太久，就看了他一眼，都没有仔细看清他。第一次离大明星那么近。当然不止我一个，我们 H 队所有人都看到了，笑死。这个很甜的，不错，再换一个吃。我就怕我混着吃会不会拉肚子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人家有那么多御用摄影师，还看得上我？没事，就是远远的看一眼就觉得挺好的，不要去打扰。还好，其实他虽然看起来是给我扎了很多辫儿，今天杨姐看着我这个。
看着就是那个姐姐在刚给我扎，还没有把后面扎到一起的时候，她说你这个是什么？有点像那个螳螂的那个触须，笑死。想想我还是因为他当年，因为他就是在微博刷到还才知道的斯巴。嗯，确实脏辫很酷，就是很脏。而且这个人可是就是感觉会有点麻烦。不过确实动过这个念头，在我头发就是还没有这么长，它可能到这儿的时候吧，就是那个卷我的头发，就是卷出一个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形状的形状。晚上好。我那个时候就想过我要不要就是搞个脏辫，但是好像记得那个很贵来着。谢谢孤寡的荧光棒。是不是好像和接发差不多贵吧？因为也是那种一点一点帮你编上去的。嗨，晚上好。不用洗头，脏辫不是拆下来，就是那么硬洗，就是把它弄湿，然后好像脏辫有专门的那种洗发水还是怎么，然后往上整，然后再用水冲掉。反正我就总感觉会洗不干净，就是会有洗发露的遗留在上面。是不是？晚上好。说实话，其实今天跳完滚石下来，我就是人已经要起飞了，但是不得不说跳的真的很爽。虽然看了一下回放，我很多就是我基本都被挡住了，但是我一个非常嗨的程度。是，其实那时候大家本来都已经没有劲儿了，但是就是那个音乐响起来，然后大家就开始。真的是太卷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下午就是彩排的时候，当然彩排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走位置嘛，所以大家就是随便跳一跳。好家伙，结果就是一扔到台上跳，就是我看我前面两排都能飞起来了，都是要飞起来了。于是我就是绝对不甘示弱，我也要飞起来。虽然我感觉我可能飞的，刚才是有个怪兽过来跟我说了句话。不要介意。对。对。学员起飞不错，非常理解能力非常好。哎呀，超级卷。哇，这个歌倒是挺好听，就是这个，你看这个封面看起来很有年代感，千禧年的，挺好的。叫带你去海边，是一个叫报警 alarm 的人唱，也可能是个乐队。确实像你的歌单里会有的风格。要是后天也能跳面具就好了，因为后天是特殊公演艺，就是会有人拍嘛。我在吃水果。对啊，我知道你在，就是不知道我那天没有小番茄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不怎么吃小番茄。从中心到剧场，我们
不知道哎，如果是就是这种比较晚的晚上，应该就是30-40分钟。如果是高峰时间，晚高峰啥的，就可能得有40-50。也行，确实，俺还没有过一个起势的风呢，怎么又卡帧了？我的天哪 ，PPT 呀、啊，这是。哦，突然想到，上次听说，上次听刘杰听杰哥说，生日公演的时候 ，UNIT 也可以换衣服，虽然我们现在换应该也来不及了。我能开车了吗？我不会开车。是的，我超级喜欢这首歌《相聚海边》，超级喜欢，真的很喜欢很喜欢。嗯，这个歌单不知道没有，就是听着它就很想去海边。哦，知道了，非常经典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确实那首那首 UNIT 相对于其他 UNIT 来说没有没有那么强的可观性。不计划过法律的时间还有名称其实有点晚上好，你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说，我记得我好像刚出道的时候就有人这么说，就是人家是真名副其实的大学霸，我是什么？可能是因为我俩的眼镜框和脸型比较像吧。对，他是人家是清冷气质美女。不是这个月也就这场了，然后下就是也就后天那场了，下一场不就是圣诞公演了吗？就是万众期待的圣诞公演了，应该能听见。什么点皇冠一下子吧，是什么骑士站位站哪边多？我想想，我第一段副歌是站在舞台的右边，第二段主歌站在舞台的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好像右边多一点，但是左边也很多，对吧？我也是，我自己说都怪不好意思的。但是确实，就是说，如果在大街上有人叫美女，会不小心情不自禁回头一下。啊，那太可惜了，我们圣诞公演肯定比平时的好玩很多呀。我现在可期待圣诞公演了，虽然我节目还没有排呢，但是我很喜欢，因为我先不算了，先不说了，我怕给大家让大家有期待，就万一没表现好就不好。我没有那衣服呀，除非杨姐送我吧。圣诞面装的，摇铃面装的衣服，今天 MC 上的时候有人洗手。什么？更新了什么？哦，早了。哦，真爱至上确实，圣诞必看。主要是我穿成那个样子，你们会喜欢看吗？没事，我不管你们喜不喜欢，反正如果我可以试穿一下，正好我室友的也到了，我可以试穿一下，如果我觉得还看得挺看得过去的，我就买一个，就买一套。啊，你们怎么都露出这种表情？啊，以为消失之前就不算重点。我估计圣诞节前后，圣诞节之后能发，因为我打算，就是因为前一阵都没啥时间嘛，等过一阵应该就有时间了。圣诞节之前，
会拍一些物料，应该可以顺便拍个 vlog。 什么海哥，海哥，海哥呢？还赐予你力量吧。嗯，这样不是力量，赐予你力量吧。哦，哪一口？哦，这是那个什么勺吗？就是 The Nine 的粉丝叫 Nico。下周要交四千了，听起来就很窒息。加油加油！哦，懂了啊！怎么大家都是有家室的人啊？天哪！今天公演的时候，最后一首歌，可能是我就是我比较稀有的一个剧场男粉，我看到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一起比心什么的，不禁感叹，大家都是有伴的人。人生导师我不是，但是你可以问我问题。我能不能回答的上面就不一定了。你没有股圈毕业了吗？你没有真你给你找一个。啊，对，翻牌九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谢谢罗安的苹果。高二狂欢，考试结束了，你们期末考试这么早吗？还是月考结束？真要命是谁？哇，好厉害呀！但是我都不会骑车，我倒是可以组装给别人骑。比熊，尊重尊重，理解。肚子好疼，是吃坏肚子了吗？还是怎么？我只会骑扫帚，身为那个什么霍格沃兹的学生，我只会骑扫帚。好像是10点到12点，我记得。我一会儿再看一眼确认一下，我记得是10点。这也太早了吧？然后我们是晚上的公演，我那么早化妆干嘛呢？要不握完手，把妆再卸了，然后晚上再化。主要是他就是电影，就是好像我记得只有2个小时。他要是如果是下午，我觉得还挺正常的。为什么给我安排这时间？你谋了呀，友友们！真的你谋了。我一会儿再看一眼，希望它是一个阳间一点的时间，哪怕是12点开始，我都能忍受。我可以的 ，I can handle this。如果他能拍新的生血或者是拍立得的话，我倒是可以选择原谅他。因为实在不想看之前的生血了，救命！谢谢这个什么什么 gap 这个代码同学的荧光码。闭眼骑车，那你真是胆太肥了啊！啊，其实你可以寄到剧场。算了，等下次那个啥 mini live 的时候，你让他们带
也可以。万圣节的可以的吗？他们不是说，不是说没对上焦还是咋的？谁说？说实话，我都没见过那个图到底长啥样。谁有万圣节那个生写的照片可以发给我吗？俺自己都没见过长啥样。谢谢你，你是大好人。没事，你不着急，反正我也下播才能看到。好人卡确实。滴滴好人卡。说实话，现在真的好卷呀！现在大家的mini live 都开始跳舞了。希望可以有时有机会。难道你在上海吗？哇，原来还有一个叫勺，一个叫盆儿，真是绝配呀！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无缘无故怎么填呀？我可不是那种。对啊，这个小周。养狗有考虑，但是现在的宿舍地方太小了。除非养一个像鸳鸯一样非常非常非常乖巧非常可爱的那种小狗狗。我在看是不是打耳洞了。我今天因为左耳朵实在想不出来夹什么耳夹，我就贴了个粘贴在上面。笑死，有人看得出来吗？贴了个月亮的粘贴。确实确实，想想那个狗狗要废。主要是我正好，我前两天因为我家里人一直在催我，然后我前两天把社保办了，虽然是在深圳的，因为我户口在那边嘛，就把社保办了。然后就是说我现在每个月还要多交1000块钱的社保，就是说咱可能没有钱去养这个狗狗的。哦，养仓鼠确实可以。哎呀，但是算了算了，就是总是要多费心。对呀，因为就是家里人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，就去交了。几毛钱，羡慕了。对对对，而且现在其实我就是说，咱也算是诺诺的一个奶妈，所以就还好。我现在就一心一意的对诺诺就好了。没事，咱在二楼丢啊铲啊拖呀，在三楼。诺诺现在真的就是比以前聪明很多。对，但是咱千四八就不能考虑这个问题了。这是我对八唯一的宽容。对呀，大家都是有。我确实不太确定，我倒是见过醋和料酒。哇，小波波！最近有看啥电视剧吗？《甄嬛传》。对呀，因为我们不是劳动合同嘛。下饭神剧《甄嬛传》，就是今天，其实我本来按照进度，我是还才看到20多集，然后今天突然就是想看它黑化之后的样子，然后就是说今天在做头发的时候已经看到甄嬛变成了圣母皇太后了。皇上驾崩。对对，确实 B 站还有蛮多纪录片都很好看的其实。
看到一些很好笑的东西，这个台词好熟悉。你是牙签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用牙签吃。嗯。哦，我知道，知道这个。收到安利。没有，我是已经先看到他那个刚回宫，以熹贵妃的身份回宫，然后怎么对付安小鸟和皇后娘娘这里。然后又跳到他这儿了，又跳到那个，因为我把沈眉庄死那里跳过了，因为不忍心看。就是一个三倍速的观看。真的，现在大家就是不管看点啥都能磕的 CP 是不是？这回确实是，恭喜你回答正确，哇，好厉害！说起来还没有想好 ，mini live， mini live 一般是一个小时对吧 ？Hello， 晚上好。还没想好，就是邀请谁有什么呀？邀请诺诺不是？不行，诺诺太淘了，诺诺太调皮了。这个耍法咋的呢？为什么呢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说他？对啊，怎么没有 DOG48 呢？突然就一群废物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，你只要有核酸检测报告就没关系，没有不理你啊。确实。确实养狗狗的那事，但是现在在中心养的都是不怎么说话的狗狗。谢谢盆的圣诞帽。马红，但是应该不去高风险区就还好吧。确实是空女，尼莫好像，读书人去世吧，确实有点危险，还是以自己的安全放的，以自己的安全为重。很多话的猫猫，可能我见的猫比较少耶，因为猫猫大多数都在三楼，可能我见过最多的猫是。中心领养的那一只真的是养成系，我刚见它的时候就那么小一只，它现在已经就是这样的那种了。糖糕，对对对，哎，真想念它小时候。我现在就非常理解我妈妈有的时候看着我说，哎呀，真想念你小时候那么小不点可可爱爱的样子。啊，是吗？我不知道。对，因为他现在就是一个助理姐姐在养嘛，然后所以也不怎么太会出现在成人房间里。晚上好，这是盆的对象来了。妈呀，咋回事？吃多了呀？你知道这句话乍一看，有的人会看，就是乍一看会抓到关键字，就是猛一，肯定不是我，不过这个人不是我，是在座的一些人。哦，对，小白，小白也很可爱。Hello， 尼莫也不怎么叫，好像。
因为大家在中心养肯定都会选不是很爱叫的。对 Komi 哦，我还真听过 Komi 叫，就是有一次，就是那天我们排练的时候，晚上好 Komi 在那个在倩南哥旁边，然后倩南哥在吃一个麻辣烫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吃一个好吃的，然后 Komi 就是他被放在那个包里面，就伸一个小脑袋在那儿，这就可馋了，就真的、啊、老可爱了，嗯，老可爱了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叫全名加前辈，我觉得有点太过生分，真的真的老可爱了，就在那一直叫，而且就是一直这样扒拉，就是想去吃那个，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了，怎么办？就把它掉一个个，它冲那边就好了。但尼莫也太好了，太可爱，真的是干饭狗。哎呦，诺诺也是，诺诺跟你们说，前两天去喂诺诺的时候，诺诺可逗死我了，他真的太厉害了。他之前有一次，就是忘了是很，就是有一段时间了，有一次他就是在奶瓶房间嘛，他就是把一个已经开封的 Pocky， 就是那个，但是那个饼干那个 Pocky 它是什么？火锅味还是什么，反正它是辣味的，就是那个 Pocky 你们知道吧，就算开了那个袋子只是一个小小的口饼干条在里面，它超级厉害，它把那个饼干从袋子里面咬了出来，抽了一根 Pocky 出来，在那抽 Pocky， 然后被我及时制止了，我怕它拉肚子，太吓人了，吃那玩意辣的。然后前两天去喂它的时候也是，他就是他笼子上面放了一些他的小零食嘛，他就自己往上扒了，然后拿下来了一袋那个饼干，圆饼干，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把那个口给撕开了，然后拿出来了一块饼干吃，等我转过头的时候他已经吃上了，这孩子已经吃上了，谢谢还有那个嘛，还好就是说那个还有一块鸡胸肉是那种真空包装的，那种是比较难撕的嘛，它就是撕不开，之后它就一直在那撕不开，就它就眼巴巴看着我，然后我就不理它，因为奶瓶说不能惯着它总吃零食嘛，我就不理它，之后它就把那个鸡胸肉放下了，就点点跑到厕所去，在尿垫上，在厕所的那个尿垫上尿了一泼尿。跟你一个口场，见过诺兄是不是？嗯，太聪明了。你咋不说高考放榜的时候他名字在你前面呢？等一下，友们，我决定忘记了，我要摘一个夹。清华录取特招生是不是？确实很厉害。猫猫，你见过这只狗狗吗？你们看我今天头上的这个花花怎么样？公演的时候能看出来吗？是不是有点看不出来？是吗？嗯，就是说咱们的耳夹都是用来绑，都是用来装饰头发的。啊，知道了。你好啊，晚上好。对呀，都是耳夹，但是因为这种耳夹，我如果上公演的时候，大家会跳飞的，所以我就
就是用它来装饰头发。勾住了就不会掉了，神奇吧？第一次知道吧？嗯。嗯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像你想狗的红酒麦克风，好神奇的表情包呀！为什么戴王要把自己的头装到麦克风上面呀？圣诞树色，谁说要挑圣诞树色了？其实我也没想好挑什么色儿，我怕挑不好变成乡村非主流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看了一圈，还是觉得黑发最好看。今天看到小晴又染回黑发了，我也觉得好看。红色，哪种红？这种红吗？你们想象一下，就是有一抹红啊，从这儿流下来。谢谢，宝莲灯，这是什么？棒棒哒，桂花，天哪，好神奇的表情啊！嗯，我倒是有安过那种金色的假发片，我戴过，这就是。哦，好久之前戴新公演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戴过几次，但是因为觉得就是乔染的话会比假发片能做的东西更多一点。宝石红，只听过宝石蓝，第一次听宝石红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白色的，好像就是不是很显眼，可能是因为我只夹了一片吧。嗯，确实可以挡住。喝红酒，我倒是可能就是不是很会欣赏红酒吧。对，我是看 Jenny 的安利，我们队的那个 Jenny。 红酒就是以前在家的时候，就是我妈妈他们，因为我妈不太能喝啤酒，我妈他们就是会喝一些红酒，有的我会，有的我特别辣的我就是受不了，我好像只能喝那种甜味重的。米酒还挺喜欢喝的，对瓶吹，谁呀？对瓶吹不是我。嗯，我是假东北人，我哎呀，我酒量不好，我就是有点那个什么，也不是酒精过敏吧，就是会很容易上脸，但其实我又没有喝醉过，因为我每次都不会喝很多，就是他们以为我醉了，但是我没有醉，我只是可能走路里倒歪斜的。葡萄汁，对，我喜欢喝葡萄汁饮料。嗯，但是我就是很清醒呀，我现在都觉得那些说自己断片的人是不是骗人的呀，真的会断片吗？ No better than to call you mine。 可是我只是很晕，但是我没有醉。对，头脑清醒，肢体也没有特别失控，他只是可能不会走直线，好吧。啊，那可能是我还没喝到那个量，应该是我还不够多。因为我见过一个朋友，他就是直接也是那种大学的时候那种学生会的聚餐，然后就是说就会一个劲儿灌人酒，然后他回来就直接吐，真的太吓人。三瓶多，啥白的吗？还是红的？确实，这个要问某船比较经验。打牌，你说的是我们的 unit 打牌吗？还是扑克牌？谢谢小高的加入。还是少喝，对身体不好，真的。未成年千万不要碰，真的对身体不好，很伤肝的，真的。我爸爸就是以前因为工作原因总喝嘛，然后他就是后来肝很不好，他每次都要吃护肝片。嗯，就那天呀，还不太会。
真的真的就是成年也就是少喝，除非你是蛮喜欢的，就是尽量还是少碰吧。对，微醺可以，对，也是少喝，这种东西对身体都是不好的了。 Look at， 怎么了，你要给我安排 unit 吗？你不会是我们舞蹈老师的小号吧？确实都不是什么好事。那我跟谁跳呀？我跳男位女位。天哪，那肯定是遇到了，这一般都是遇到伤心事会喝。监狱女位，我记得我怎么感觉好像讨论过这个问题，然后我还问了一下，那谁能跳男位呢？虽然我们队倒是有跟我一样高的前辈，好像就拖拖跳男位吧。你们不觉得男科吗？对，打牌都是男位，我说 look out。女位肯定不能穿高跟鞋呀，那不就比男位都高了。我觉得我可能会先跳，先就是在路靠之前可能会先跳。救命！我想象不出来这个画面啊，为什么一定要穿黑丝？救命！我想象不出来。还是先考虑打牌吧，这个比较实际一点，虽然打牌也很难啊。割胶的玻璃，哎，不对，对不起，这是面具。不要有画面，插掉，快关掉，这是垃圾广告，快关掉啊！小心小心中毒，这是新型木马病毒。救命！后天就是歧视，除非就是有其他新的情况，可能会会临阵。但是我这次已经跳了一次面具，下次可能老师不会给我跳了。对，打牌难呢。后天应该是不会了，因为冤的他们三个应该都会在。我也挺想跳的，可以。下次什么时候？下次什么时候？可能就是2022年的时候了。后天是五场，对吧？没说你没错吧？2022年。对，因为我们下除了后天的话，就是圣诞特殊公演，圣诞特殊公演就不会跳这些。然后就是。In the dark， 等我什么时候有生日公演的时候应该会跳吧。对啊，时间真的太快了，我就是说张嘴还没有习惯2021就已经2022了，很不习惯。我感觉我的日历还停在2009。笑死。没有，也不一定吧，会有，也许会有新的情况。那朵不好意思，虽然滚石他就是亲自教我们，很感动。谢谢 AANG 的苹果，平安果，对不起。对，我们 unit 都是基本都是2022年做女人精彩不停。说什么呢，我本来就是女人好不好。谢谢，我给你们看我的身份证，姓名张月明，性别女。出生日期2003年10月7号。
婚姻状况未婚，嗯，这应该户口本上的。2018年有点太过分了啊，太过分了。我想到今天我接到那个电话真的很夸张，真的很搞笑，因为他先是我先看到他有五个未接来电嘛，然后我就很奇怪，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前两天我还在那个，因为我之前在长春考的那个普通话嘛，然后证书一直没有领，然后前两天我才看到他说可以，那个公众号说可以邮寄了，然后我还上周就填写了邮寄，就到现在他还没有寄出来呢，所以我看到那个电话我以为是我的证书出啥问题了，而且是长春的，我就给打回去，然后就一股特别浓的大碴子味就把我淹没了。该是你报的警吗？啊，什么报警啊，我没报过啊，我刚才一直没碰手机啊，我才看到才拿起手机看到未接来电。啊，你别骗人了，是不是你报警啊？老实说，你不是这个叭叭叭，然后把我电话号报一遍，给我中风了。我说啊，你有事吗？不是，你就说是不是你报警？嗯，然后我就有一点有点生气了，我就是开始给他解释，我说我刚才一直在走廊里面装我的柜子，巴拉巴拉巴拉，然后他又问我一遍这个电话号叭叭叭是不是你？我就是给我听沉默，然后就直接给他撂了，挂电话了。然后后来他又给我打一遍，我就直接没接，就再也没有打过。主要是一般就是那种诈骗电话，它上面都会显示，但是我以为是真的警察，但是后来我挂完电话才发现，他的那个号尾号也不是110，那肯定不是警察局的。嗯，谢谢未来的 this this get 承担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嗯，那还会的。我就是感觉真的是现在信息泄露，就是真的是太严重了，无孔不入。确实很久没听到这么浓郁的大碴子味了，就是。平时那些快递什么的，如果其实我写的不是实名就应该稍微好一点，但是感觉我的信息还是会就是从四面八方被泄露出去，真的很对我，其实我的电话还算比较智能，因为经常接到那些上面写疑似诈骗电话这种就直接就不接了，但是这个是因为太陌生了，就可能是它是一个新注册的诈骗电话的号，我可能是它的前几个就是诈骗对象吧。我可能是请几个诈骗对象，我就应该给他那个啥，我一会儿回去就给他设一下。嗯，哦，那真的很巧耶，不错。确实，你们今天我跟你们说之后，你们说可以反诈骗，我还，但是他还没有管我要钱是啥的。虽然他没有管我要钱，我已经很不爽了，不想再跟他费口舌，我怕我就是急眼了。我下了反诈 APP， 我昨天那个在微信上跟人买个东西，还被反诈中心提醒了一下呢。但是那个，但是我确实没有被骗，我买到了。对，确实年末了，大家都在冲业绩，是吧？哎，真的是，就是干啥不好，干啥不好，非得干这行，难受。还有一分钟，怎么了？你要交作业吗？卷起来，什么？就离谱。10016，嗯，对。
哇，还有一分钟第二天了啊，12点了，我们跨年了，哎，谢谢海王那个光棒，这怎么这么卡了？因为有 PPT 哟。只要我移动的够快，这个屏幕就截不到我。看我佛山无影脚无影掌啊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没怎么，就是有点卡帧。无事发生，我现在是一个安静的美女子。心里都不好意思了。不是你的网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我自己看也是卡的。谢谢菜的荧光棒。没烫的，我手机一点都不烫的，很凉快的。对啊，就是你叫一叫，哎，移形换影。好厉害，谢谢蔡林光棒，谢谢十一林光棒，谢谢明三岁林光棒，你们是在抢那个是那个大富翁吗？你在看定格漫画。谢谢蔡林光棒，我准备去洗澡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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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啾谢谢括号不 emo 了，太好了，不 emo 了。胸针谢谢老古馆，你就别算了，你考完试就不 emo 了，荧光棒。晚安晚安晚安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去看一下。我就是一点私心不想给我的上班图加精，因为我觉得看起来真的像驼背，但是我真的没有驼背。我要再声明一遍，我真的没有驼背。所以我你们可以帮我去评论，就是说一下。算了，不必了不必了，多余的解释。拜拜晚安，终究是多余的。拜拜。就是呀，像哎呀，你难道不至于像小老头，像那个黑社会大哥要去收账似的。拜拜晚安，早点休息。